历经千年的沧桑变迁，中韩两国始终保持着唇齿相依、水波相连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两国文化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若要评选哪个国家的文化与我国最为接近，韩国无疑将跻身前三之列。韩国人的姓名构成大体上与我国相仿，儒家思想同样在韩国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诸多韩国民俗习惯与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去过韩国的人多了，就有人会发现。 在韩国有很多地名与中国的地名是相同的，这其中还有不少地名来自湖北。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韩国涌现出众多湖北地名呢？是否如部分网友戏谑所言，韩国的祖先真的源自于湖北呢？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参考《山海经》等古代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技术，可以得知，在战国、先秦时期，朝鲜的国名已经浮出水面。同样，在古高丽国的历史文献《三国遗事》中，朝鲜这一国名也有所记载。经过深入研究古代正史资料，我们可以确信，朝鲜半岛的确存在原住民，而那种戏称韩国祖先来自湖北的说法，实际上缺乏扎实的历史支撑，因此并不成立。十三九二年，李成桂寻求明朝的认同。 故亲笔致函朱元璋，恳请明朝赐予其国名。自此以后，朝鲜王朝的历史轨迹无论如何演变，若欲获取正统之名，明朝的正式国书封号成为了其先决条件。进入清朝，这一规律依旧未变。经过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时期，明朝对朝鲜的文化和政治领域产生了深远且非比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之大。 以至于在今天的韩国，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地名中捕捉到湖北的印记。这些地名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国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生动体现。以另一角度来看，古朝鲜的都城汉城这一地名本身便蕴含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彰显出中华文明的悠久与深远。追溯至古代朝鲜王朝，其首都之所以命名为汉城。 首要因素源于朝鲜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深厚情感与认同。这份深厚的文化纽带，使得他们选择以“汉”这一充满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都城，从而彰显两国之间悠久的交往历史与紧密的文化联系。在明清时期，尽管朝鲜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但精通汉语仍被视为一种尊贵的身份象征，在朝鲜的显赫家族中，学习汉语成为家族成员必备的技能。它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的因素在于朝鲜将许多地名与明朝地名进行了趋同，这无疑是向明朝发出的友好信号。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古代朝鲜对明朝的深厚情谊和尊重。在古代。 由于战争等原因，许多明朝百姓选择移民至朝鲜半岛，这也成为了韩国众多城市名中出现湖北地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移民在异国他乡扎根繁衍，将故乡的名字和文化传承至今，使得湖北地名在韩国城市中屡见不鲜。在历史的漫长河流中，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变化，中原的百姓们对古代朝鲜的众多方面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而地名或许正是他们留下的独特印记之一。以襄阳郡、江陵、黄州为例，这些现今韩国行政区域的地名，与我国湖北的地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几乎如出一辙。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与我国湖北省同名的地方的历史资料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浮现出来：在古代朝鲜，这些地区大多数被归类为小城，其原住民数量相对较少。于是，诸多历史文化研究者推测。 这些区域的地名与湖北相似，很可能与明朝时期因战乱而迁移的移民，或出于不同缘由滞留在朝鲜半岛的情况密切相关。有传闻称，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许多六国豪族因抗拒秦国的统治而选择逃离，他们秘密的迁徙，最终来到了当时相对偏远的东北地区，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秦始皇一统六国，威震天下，然则东北之地仍有辽阔未被秦齐覆盖。 故东北之地藏龙卧虎，世家大族财力雄厚，英才辈出不在少数。朝鲜半岛临近东北地区，随着中原王朝对东北的逐步征服，以及古代朝鲜半岛上众多小国对这些贵族的强大吸引力，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发复杂。毫无疑问，这些实力雄厚的豪族对于在纷争不断的朝鲜半岛上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抱有极大的热忱。 他们具备着雄厚的财富、人才储备和尖端技术，更有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作为支撑。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华夏子民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独立政权的可能性极高。他们或许会以故土湖北的地名来命名当地的小城，这种特殊的命名方式，恰恰体现了他们对故土的深切眷恋和怀念。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他曾发动了一场针对日本的跨海征战。 在这场征战中，朝鲜半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元朝的前线哨所，又是其后勤补给基地，更是兵力集结的重地。按照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远征日本的蒙古人数量并不庞大，而主力则是由在襄阳之战中使蒙古人遭受重创的湖北军队所组成。历史中的襄阳之战，蒙古大军历经六年才攻克襄阳，期间蒙古及其仆从军付出了数十万人的伤亡。 总参战人数更是高达百万之众，这一战役使得元朝这个一度坚信蒙古勇士无可匹敌的帝国，也不得不向湖北军队的英勇低头。在元朝庞大而多样的新副军之中，湖北军的战斗能力名列前茅，堪称翘楚。在元朝对日本的远征行动中，忽必烈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特别命令湖北军加入这场战斗。然而，命运的轮盘并未偏向元朝这一边，海上的风暴如猛兽般凶猛。 而元朝对于海战的陌生，使得在陆地上所向披靡的元军再次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挫败。实际上，湖北军当年选择投降元朝，也是出于无奈之举。然而，元朝在日本的战败，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脱离元朝的绝佳机会。湖北军一直对元朝的残暴统治心怀怨恨，因此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并没有跟随元军返回中原，而是选择定居在朝鲜，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所以。 诸多历史学家均认为，这支强大的湖北军队在当时的朝鲜足以翻云覆雨。凭借他们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在朝鲜半岛占据一席之地。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某些区域建立了新的政权，并决定以湖北的地名来命名当地的城市，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不是吗？这样的做法既体现了对湖北的尊重和敬意。 也展示了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的深厚联系。虽然目前很难从直接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但考虑到元朝曾经对日本发起过远征的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成立的可能性确实不容小觑。观察韩国地名与湖北地名的相似之处，虽然历史细节扑朔迷离，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而是背后隐藏着某种深层的联系或原因。 当权者在为某地命名时，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追究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国文化对朝鲜半岛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韩国祖先为湖北人的说法，实际上缺乏充足的历史支撑。元朝与南宋在襄阳对峙几十年后，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打下襄阳城。在战争过程中，元朝认识到湖北军队的强大军事力量，这一点让元朝的统治者颇为不安。不久之后。 元朝开始了征讨日本的战争。元朝在朝鲜半岛建立前进基地，同时将投降而来的湖北军队调至此处，作为征讨日本的主力部队。元朝统治者认为，这样的调动胜则将日本纳入元朝领土，败也可将湖北军事力量加以最大程度的消耗，就此消除其带来的隐患。元朝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湖北籍战士留在了朝鲜半岛，出于对故土的思念。 他们将很多的湖北地名带到了朝鲜，用来称呼新的居住地，因而就出现了现在韩国湖北多地重名的现象。这种说法尽管没有详实的史料加以证实，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颇为合理。移居他乡的人们往往会用故乡的地名命名新居所在，这一点不止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纽约的名称直译过来就是新约克的意思，是英国人给予美洲新领土的称呼。 而新约克之前的称呼是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当一群来自湖北的士兵在行进途中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江，他们情不自禁的说道：“这不就是我们故乡的汉江吗？”也因此，他们将汉江北部的一个小村镇命名为汉阳，用来纪念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这样的情节发乎于情，自然不过。 说不准还真是韩国的汉江与汉城的名称来源呢。除了湖北省、湖南省的地名，在韩国也能找到相同的地方，比如龙山、贵阳、江华、东安等，在韩国都有同样名称的行政区存在。考虑到湖南、湖北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荆州作战持续时间之长，相信南宋王朝会从湖南向湖北调兵，然后这些湖南人随着湖北人一起。 作为元朝东征日本的队伍来到了朝鲜临海的浙江省，则有江北、丽水、长兴、奉化、镇海等地名，可以在韩国找到名称相同的地方。会不会是因为临海的原因？历史上有些浙江人泛舟前往朝鲜半岛，也未可知。